先生，中国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邵群庆林基金会主席陈兴慧医生，中国侨联海外委员、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常务副会长沈田医师，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顾问、澳洲福建会馆会长洪永玉先生。 全球客家从政会澳洲总会主席罗汉豪先生，广州铜像会苗燕县会长，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澳中文化经济促进会会长刘耀先生，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建副秘书长，澳洲亚太经贸文化促进会会长王瑞先生，各位。 还有各位媒体的代表，今天有《星岛日报》、《澳洲新报》，还有其他的媒体代表。那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黑白是叩拜，现在有请我们职工总堂请示团，谢谢。我们会领引大家有一个三鞠躬跟默哀三分钟的环节，然后有。 我们总堂盟长、主席和各位有一些嘉宾的致辞，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一个上香的环节。如果上香不方便的话，也欢迎大家就到前呢鞠躬。我们会每一次呢邀请三位上前，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流程。那我们就先等那个狮子。
二鞠躬，三鞠躬，默哀三分钟。一场至到此，有请黄队长。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会，承重大任罗华才主席。罗华才主席祖籍福建，生于新加坡。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中央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罗华才主席作为大学副校长，培养了无数国家精英；作为法院副院长，完善了中国的法律制度。周文教巧联副主席联系了天涯海角的炎黄子孙，作为中党主席承接了五洲四海的同门尊重。罗华才主席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与共产党党干上教的国家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了对外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崇敬与爱戴。罗华才主席是欧洲红人施工总长的好领导、好朋友，也是我个人的良师益友。我于1996年开始担任欧洲红人施工总长盟长，与罗华才主席有很多工作上的联系，也接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罗华才主席曾上次亲临澳洲红门职工总堂视察总堂会址，观看总堂历史，指导总堂工作。罗主席对澳洲红门职工总堂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提出了非常珍贵的建议，令总堂观众备受鼓舞。罗主席高度赞扬澳洲红门职工总堂在全球海外红门组织真的像是团结共进的典范。罗华才的主席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尽心尽力的一生，是为新中国奉献毕生敬礼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挖掘奋力并获的一生，是为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呕心沥血的一生。罗华才主席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是世界华人的损失。在这个位罗华才主席的时刻，我们郑重宣布一定要发一同为力量，继续罗华才主席的位置，完成罗华才主席为政治事业，为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建设，为海外红门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完全统一，为中华民族大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谢谢各位。现在有请澳洲红门职工总堂主席蔡开福发追思感言。
怀着无比沉重的身体追视中国中共党前主席罗武才先生。罗武才主席是策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罗主席更有高度的知识分子、博学广识的学者风度，又有著名大学校长费伦不减的讲解风范。在中国法学界，他是未无法律兼任的法官。中国的法学界，他是未无法律兼任的大法官，又是推动人权事业的倡导者。罗主席在担任中国中共党中央主席任内，诸暨风清，五洲四海，他广泛的联系我们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地区，要帮助侨务资源的可及化解问题。他强调要加强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的工作，对国内侨务的工作有个重要的注意。罗主席多次来临我们澳洲红门职工总团，他充分地肯定我们总团在实施中国的建设发展以支持中国统一大业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罗主席的捐赠教费至今我们还在额般回响。我们纪念罗主席就是要尊重他的教导，基督做好总堂的各项工作，以告罗主席在天之里。罗主席安息吧，我们永远的怀念你。谢谢。现在有请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赵群教授致辞。现在有请新州上议院议员王国忠阁下致辞。谢谢麦总。今天我们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这里呢，作为对罗浩才先生的追悼会。那么首先我要谢谢我们的中堂在这里呢进行这样的追悼会。那么对罗浩才先生呢，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这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罗浩才先生的生平，像刚刚的所有的一些演讲都说过他的生平，大家知道他本身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从政治上的理念，对海外华人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跟海外其他国家跟中国的关系等等都贡献良多，也是值得我们敬佩我们尊重。尤其是他对中国的法律知道的制度的整个的那个感叹，尤其是他是中国行政法一个定下一个最好的基础。你这个对现在中国以法为本的这样一个理念呢，是有巨大的影响，有巨大的贡献。你这些都是我们对他的一个特别的尊重，对他的一个特别的敬佩。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以朋友的身份去哀悼我们罗先生的逝世。罗先生在2月13号离开我们。当然对我们来说，对中国来说，对很多海外华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我们来说是个遗憾。其实在这里我相信都跟罗先生呢有很多很多的聚会，我也是跟他渊源也很深，不单只是在悉尼我们相聚过很多很多，但是我在北京也相聚过很多次。每一次我们跟罗先生罗浩才主席的聚会呢，我们都感受到他的豪情，我们感受到他的博学，感受到他的热情，让我们每一季的机会都充满了很多的非常开心的一些回忆，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让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整个的政治理念、法律系统，到海外华人跟中国之间如何达成一个桥梁等等这一些的话，有很多的启发。
以这一个对我们来说，罗浩才先生不单只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的长辈，更是一个让我们对中国更加了解、更加认识的一个先驱者。他现在虽然说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依然留在。罗浩才先生他本身的精神，他本身说这么多年来所建立的对我们的一些了解跟基础，就是让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所以在这里呢，我再一次，对他的家人，做出我的一个祝福，希望他们能够，对罗先生的去世呢，节哀顺变。也在这里呢，我也希望代表一些跟他认识的一些朋友，希望罗浩才先生能够安息。我们也在这里会说一句，我们永远怀念你。那现在呢，有请包中毛茂会执行会长、澳大利亚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陈信惠医生致辞。同样的，我代表毛茂会以沉痛的心情来哀悼这个罗浩才主席庆祝，也感谢黄文长。蔡主席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告别我们最尊重的一个领导。昨天晚上我看了那个新闻联播，看到这个习主席呢带同老政治局常委和新的政治局常委亲自的告别罗浩才，然后是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这个告别。他罗浩才主席呢来过澳洲三次，然后我们也在北京见面了许多次。他对我个人呢，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敬爱可亲的一个领导，他是我们华人华侨爱国爱乡的华人华侨的典范，也是我们学人学者的楷模。我记得他到澳洲的时候呢，因为他医疗上有一些小问题，所以呢，我也很荣幸的能亲自为他。就是看待，所以呢，在他这个百忙之中呢，他还一直告诉我们，他要到书店去买这些法律的书本。我问他为什么会在中国买呢？他说因为在中国呢买不到外文的这些法律的书本，所以他一定要抽出时间到书店里面去逛逛。去买书，然后呢，他还记得说他一定要跟悉尼大学的学生们讲座，所以呢，他对这个学生学者的这种的典范呢，是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所以今天呢，我也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家人希望他老人家一路走好，谢谢。现在有请中国侨联海外委员、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常务副会长沈田医师致辞。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我们中国的杰出的、卓越的国家领导人罗浩才主席。我跟罗浩才主席也有过几次的见面，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那么噩耗传来，我心里也是万分的悲痛。那么承蒙我们同仁职工总团的盟长黄义强大哥的要求，我为他代写了一个挽联，
我就是挂在这边的，用罗浩才主席的名字来写了一个挽联，对他的一生啊，对他的事业做一个概括的总结，就是豪情万丈，爱国归国，智力未公，才高八斗，参政议政，一生为民。那么我也非常荣幸，在罗浩才主席啊到澳洲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礼堂啊，我受黄会长的委托来主持了那一场活动。当时呢是我们的邱维联会长陪同，同时呢中国侨联的林兆书主席也一起来到我们志工总堂的这个会场。那么罗浩才主席当时非常谦虚，他说我今天不讲话了，由这个林兆书主席来代讲。但是我们通过跟罗主席的这个接触，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文人的知识型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他的逝世呢，确实不仅是我们中国知识界法律界更是侨界一个重大的损失。那么他的一生是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努力奋斗的一生。那么我们也祝这个罗浩才前主席呢一路走好，那么也向他的家人呢表示慰问，谢谢大家。现在有请中国侨联海外委员、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澳洲文化经济促进会会长刘耀先生致辞。今天在悉尼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悼念尊师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罗浩才教授，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与政治家，他生前曾担任资工党前中央主席、原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前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等等捐出国家重任的职务。早在2002年，澳洲和平统一促进会举办全球反毒猪桶大会时，由澳洲爱国侨语、澳洲和统一原参会会长邱伟廉博士引荐我与罗浩才主席有心相识。过去11年来，我们在北京和悉尼多次相会，他是一位令人可亲可敬的长者。我本人作为中国侨联海外委员、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一份子，对一良师益友罗浩才主席以诗长辞，深表哀伤。他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以国际间友好以及人权公益等多领域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愿罗主席安息，浩气长存。女士，我现在有请我们澳洲红门指挥总堂盟长黄义强主席蔡开福到前面。然后呢，第一排呢就先有王议员跟邵群老师到前面上一下，谢谢。
也有请我们洪永玉会长一起上场，谢谢。下面有请我们全信会会长罗汉豪会长跟刘耀会长沈田医师，还有我们余卫达会长。我哋又請嚟公司兄弟，我哋嘅蔣宇明會長馬家豪，同埋我哋嘅黃子明、何永業，同埋余信康女士。我也要正好排位上香的清晨子，我哋又請咧工作人員嘅義兄咧係一齊上前咧，就係話上香嘅。你未上香嘅義兄，你又請上前。
结束了，谢谢各位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我们的追悼会，在你们的右边呢会有一些茶水，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喝点茶，谢谢各位，谢谢。